冲击盛会，两校学子互出难题，奋力摘星。小哥们，请收起小哥们第一的三管烟，让我们抽三管烟。与此同时，他们也克服了创台路上的千难万难，小有收获。恰逢这小考来临，有人霍霍摩拳掌。下面呢，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把这个节目在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去改进。啊、有人色变遇难题。我明天看结果。这小考之星最后将落在谁手？且听导师定夺。他们今天的状态太松懈了，会容易受伤。我们这个作品是融入端精神，想体现我们的前辈对现在的年轻人的精神延续，而今天看到的恰恰相反，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团结拼搏，没有看到他们的积极向上。今天我为什么发火，是在这个问题上点燃了我，而不是说因为他们的没做好。我跟田老师吧是临时决定来看一下，当然是希望能够从大家这里看到一点惊喜。刚才的这个表现确实是可能是让我们有点不太满意，但是我可以理解，我相信田老师其实他也是能理解的，只不过有点着急，因为时间很短，知道刚改的动作让大家这么快把它消化是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可以的，好不好？好。本来明天要给你们的星星啊，没关系，我先鼓励你们一下，这个星星呢是鼓励你们的，明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希望田老师的那颗星星是奖励你们的，能不能做到？能。加油。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吧，我感觉孩子们挺认真的。对，更换这个核心部分内容，其实对孩子们包括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我这边的话呢，肯定我们兄弟两个打配合嘛，那我肯定要鼓励孩子们一下，希望他们能够在后面的这个训练里面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要把咱们那个融合团的精神真正的体现出来。今天出现了一些失误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有时间，我们会把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在舞台上面，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田老师的那颗星星。刚才我看到这一小段，其实我心里还挺欣慰的啊。今天老师呢，就是我呢带了一个小礼物。什么？帮帮帮帮。这个星星呢，就送给你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们像星星一样，啊，闪闪发光。小考没有看到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了。一颗星星呢，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做出了努力，你们也付出很多。同时，为什么只给一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想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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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光临，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我们可以往前送。欢迎来到本次航空，来这边就坐。女士先生，请问要喝咖啡还是果汁呀？我要喝哇莲的咖啡。没有。请同学们注意。请同学们注意，你所学的专业曾被贴上过哪些标签？闭上眼回应片刻，进入到林子中，把它写到便利贴上吧。是在这里写标签吗？是的。都是把它分开写吗？我有几条，几条分开写。分开写。其实我们有椅子可以给你坐的。哦，不好意思了。从小到大，我是一名运动员嘛，一直长期的就是接受训练，然后文化课
方面就比较薄弱，但是呢网上就会有这么说，就是体育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体育生他在上升空间的时候，他如果听不懂教练员说的技术点的话，那怎么能说这个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呢？我写的是大家对啦啦操的刻板印象，更多人觉得啦啦操它更适合女生去表现，但是我觉得男生也一样可以把啦啦操的自信还有可以把我们的团队的力量给展现出来。臭保安就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误解，就是为什么说艺考是捷径，我觉得这是其实挺多艺术生被定义的一个点。我们所经历的路和正常的文化生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吃的苦也跟他们吃的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捷径。只要站着就能拿到钱，其实很累的，有的人是早班，有的人是晚班，有的人凌晨干这个活，那可不是站着就能拿到钱。有的时候很困的时候你要去值班，那个时候你就不能闭眼睛，乘务员只能是长发，我就是短发，怎么了？可以留短发，也可以留长发。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这个行业太多太多的标签，就是被你们拘束，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其实有多样性的，不只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撕掉标签二，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每队派出四名同学，限时三分钟，努力甩掉各自贴在身上的便利贴。如便利贴全部甩掉，则最多可获得20颗星星。游戏时间结束后，身上每剩下一张便利贴，则扣除一颗星星。以此类推，所得星星将由两队平分。注意，全程都不可以用手辅助。但是如果身旁的小伙伴遇到困难了，你也可以用其他巧妙的方法帮助他哦。甩掉啊，这个是？不是啊。不是，好多张，不是，我看了。撕掉这个标签，这是也是我们参加这个节目意义吧。时间到，大家在限时三分钟内已经把身上全部的标签都甩干净了，恭喜同学们现在已经获得我们本轮游戏的全部星星。本轮游戏星星数量为20颗，所以我们两队同学可以平分20颗星星。
还不知道，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啊，哎，任务卡，这是一次惊喜的黑科技任务，你们将有机会体验一次4K VR 节目的拍摄、8K VR 节目的拍摄。本次 5G 拍摄技术由中国移动提供。邀请闪亮的你们共同开启一次难忘而精彩的 5G 黑科技之旅。哇！三二一，闪亮的 VR 黑科技。Hello。麻辣现在已经开始录回去排练吗？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走吧。你看你这一排，耳朵可以了，耳朵可以了。别闹了，别闹了，过来，过来。过来吧，过来吧。把那个鼓还有凳子放到中间，然后咱们再来一遍。行。好，三、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二、三。我们在舞蹈的编排上，因为我们是分开的编排，我们在融合的时候就发现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融合在一起。原来的编排是为了还原机舱的真实情况，所以椅子位置是固定的那种纯直线队形。哎，不是，这个凳子真不行，那个鼓都这样做怎么做呀？不是，咱要不就是改动作，要不就换成别的。这样吧，那个李文龙，一会儿咱俩去找一个。咱找来哥去，问问。哎，就挺烦的。来吧，老师。老师，等会儿。哎，进来。来哥，就是我们最近在排练，哎，然后遇到了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咱这个，排练的时候不是椅子吗？嗯嗯。它椅子不能动，但是我们就现在需要它有一定的就是调动。就是最好有个调度。我当时在想这个整体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客舱上它这个座位都是固定的啊。如果从行业的要求来讲，那这个椅子是不能随便移动的，但是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一些观念认知，比方说我们可以让椅子怎么样让它动起来，哎，让它有流动性。那就是说，我想想啊，就
行李箱，行李箱，那也不行，就是旅客就是上来的时候，他正好拎着箱子上来，然后把它当成道具。这怎么可以？你看你拎着箱子，然后我再坐着箱子去表演，这个不太好。那咱自己做呢，就是比如说做个箱子，然后自己做的话，再一是时间又特别紧张，来不及呀、啊，关键是。一开始我们提了很多意见，但是都不太可行。后面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队形美观，还是决定让椅子动起来。同学们，第一届广航轮椅竞速赛，现在开始抢跑。135竞速赛，246甩尾赛，对手哈，我只能说第一舍我其谁呀、啊。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这个一定要在空中有点什么，像一个八字立圆，看到吧？今天还说了，就是后面九个八拍要跟荣国团这个角色有互动，然后你们想想这个角色要一个男生，觉得谁比较合适，你可以想一下。国父学长可以吗？感觉他有点瘦，说实话感觉。对，还有吗？对，叶队，叶队，他是不是最近在实习啊？在学校吧。对，还有谁呀、啊？哎，我觉得那个大四的李正阳师兄好像是可以，我可以吗？你们觉得呢？可以是吧？那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好吧。喂，正阳哥。哦、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排荣国团部分这个爵士这块，然后希望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能参演一下这个角色，然后跟我们的女孩子有一个托举的互动这样子，你能帮这个忙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就约个时间，你来管理，我们一起商讨一下吧。嗯，好好，没问题，那就这样说定喽。我为什么会想请正阳师兄来呢？就是觉得这个角色比较符合他，就不论是从气质然后还是各个方面，我都觉得他比较契合。然后他小时候也是在就是奥沙体育训练中心练习过的嘛，他肯定自身对荣国团精神就有一定自己的见解，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合适的。好，来准备，五六七，延伸，一二三是我。我叫李正阳，我是2019的学生，今年是大四，目前是练技巧拉操和技巧两个项目，所以话有幸这次能参加这个节目去表演荣国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停。然后师兄这里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跟你做一个互动，就大概是你去迎小师妹，然后把她正好拖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大概从哪个方位呢？你大概从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你在这里上场做完你的，做完这个动作了之后，然后往这边走去迎小师妹，把她举起来。哦，行，可以。直接做一次托举，我看一下，节拍，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盯住。脚尖膝盖绷极致，再往上扬，啊，这个托举还可以，一起合一遍，从造型开始， okay， 来，大家一起准备，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发力，一、二、三、四、五、六、七，托举走，一、二、三、四，定住，六、七、八，好下。我知道自己的编排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一点，然后我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满腔热血的想去做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小师妹们也很给力，虽然很青涩稚嫩啊，但是他们就是
还有骨气。我在场上我就要绽放自己最美的姿态，最美的舞蹈，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呈现一个更好的舞台，然后把这个荣国团精神呈现得更好，将它的力量传递下去。我呢是广州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么我的工作呢主要是围绕着我们学院的本科人才的培养，还有体育艺术领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来开展专业的教学、组织系统的管理，还有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这四大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职能。大家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学院的啊。同学们辛苦了，希望大家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来展现我们这一阶段的训练成果，加油！那我们做准备，好吧？这些难度动作要注意安全。还需要再不断的把这些细节要再抠出来。还是要再抠的，对对，分场，好，控住，三，好，不错，下，好，齐哥，那个同学们刚才的表现呢，都非常的精彩。你们这个成套刚一结束，我就已经举起我的双手为你们鼓掌，这说明你们刚才的表演呢还是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广体的学子呢在这样的一台节目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的风貌。那么有没有还有一点不足呢？我想呢再提一点建议，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作品的创作的来源是在哪里呢？对，所以呢大家刚才在表演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应该把你们的这种精神呢和这种状态呢再放开一点，因为你们代表的是21世纪的广体学子，21世纪的体育人。我觉得孩子们呢都很努力，对于他们这些大学生来讲呢，能够通过这么短的时间里边把一个有主题有人文精神内涵的这样一个节目呢，通过舞蹈啊难度啊配合啊能够把它这些多元素能够结合起来，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呢我们的这种广体的教练员啊和同学们呢应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让我们一起为荣国团我们的校友去呐喊助威，把他的这种精神能够无限的传播下去，加油！加油！广体，广体，广体！加油！加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表演，它并不只单单是我们拉拉操所包含的东西，还有我们荣国团的精神啊，然后我们是多么自豪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经过学院长的这些对我们的点评，其实我们后期再去进行练习的话，我们就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最终呈现的出来的效果应该会更棒。其实现在这个学生也非常努力，感谢您的支持。对，这刚好也是个机会。对对 对，我们展示我们学生风采，学校的形象。哎，学生他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哎哎，先生，
好，同学们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谢校长来看我们的考核。好，同学们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啊，我们今天对大家这段时间的这个排练我们进行一个量化考核，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好，好，开始你们的表演。然后这两个是大二的学生，这个是大一的，注意微笑啊，注意表情。然后打开春季门，但在各酸内不要这个行业的一个元素来表现这个航班，我们的名字叫放心去飞，正好体现这个民航安全嘛，放心去飞上。年轻看手后面的五位就是有关的车务人员，这表现也挺好，这段就表现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那个感觉，我用蒙古舞的元素来表现。注意表情，表情啊，起飞的表情。可以，基本动作还可以啊。有些基本功啊。这一段我就运用了小时候玩游戏那种飞翔的感觉，体现这个放心去飞的主题。然后这个就得了我们行业飞翔，保持住。好，谢谢同学们。看到大家的这个进步啊，但是呢，一些细节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包括一些表情啊、动作的衔接等等，还有脚底下的动作再干净一些啊，就是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再加强一下。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我们谢校长给我们讲话。同学们好。这个非常高兴啊，以今天这种形式跟我们同学见面啊，刚才看到同学们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啊，很好的展现了我们同学们啊这个专业素养，也展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质量，是吧？同时呢也展现了我们学校的整个学生的一个形象啊，那要感谢大家，祝同学们啊学业有成，一飞冲天啊！非常感谢谢校长对我们的勉励啊和鼓励。那这样，我们跟着校长一起，我们为这次的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要精彩表现，再加把油，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加油，大家要有信心啊！你们今天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们为傲。祝你们成功。好的。
欢迎星海来到华师。尬住了。一V一battle，蜜雪前耻，要认真喽，绝杀了。对学生的第一次考核没有达到我的审美期待吧，并不是成熟的演员。最开始是一段完全不适应的时期。这音乐能跳吗？这都合不上，这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合。老师看了我们这一个小片段，我觉得还不太到位。